去接小鱼儿放学。今天把他这个电话手表带上，是小鱼儿关照我，一定要把它带上。今天他说要跟他的同学互加好友。我帮你带过来了。啊，今天他没带电话手表。那他没带。他没带。啊，那就算了，走吧。干嘛？拿下来玩玩。这有什么好玩的？谁没有的？都有。刚刚投打篮球，两分球，就是在那条线上两分球直接进了空心的。你呀、啊？嗯。真的？嗯。你刚刚打篮球了？嗯，打篮球。你比赛了？嗯。第几名啊？没有第几名啊？就赢了还是输了？赢了呀、啊。真的？哦，要嗯，就是有一个是好像是6-1，还有一局是4-0。你跟谁比啊？我跟其他同学、啊。跟几班比啊？不是，我就跟我们班比。嗯，那你们这次比赛是什么时候？下星期二。嗯。哎呦我的妈！